魅力中国，世界有我，更精彩。我其实就自从我开始上网，就一直在网上自我表达，而且我不爱在网上写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，但我又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或者对一些事情的看法。然后就我那个时候是研究生在台大系，我这个我们这个 Happy Tube 的这位非常美丽的女子是我的演员。然后呢，我们俩就说，我说现在网上有很多视频，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视频了。我说这个演的也没咱俩好啊，我说要不咱这个台湾大戏咱们就拍个视频玩，然后大戏演完我们俩就拍视频玩去了。现在让我比较就我自己不太习惯的就是会比较忙比较累，我刚才说我是一个很闲的人，说明我不喜欢忙，然后现在真的很忙，我就天天就想，哎呀，好累呀、啊！这可能是我唯一就觉得有点怎么说呢，就不太习惯吧，因为跟我之前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。我一开始我发现有很多人在模仿我的时候，我非常的不开心。然后后来过了一阵儿，我就在想这个问题。首先是一个情况，可能是人家本来可能之前就想过，然后看见你这个人可能也就开始做了。然后一种是就你说的直接的一些模仿或者说是剽窃之类的。我一开始生气，然后后来我一想，他来抄我说明他不如我，我为什么要去拍一个不如我的人呢？就你能模仿我这个，你能模仿我之后的吗？我之后能做那么多的东西你能做出来吗？就是给自己灌鸡汤嘛，对吧？因为我慢慢会知道自己有自己的能力在哪儿，我知道他们这个模仿也就模仿了一个面儿，或者模仿了一个很比较表面的一个东西，我知道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走得更往里。谢谢。